好嚟睇下美斯嚇，咁佢星期一咧就發咗個影片喺19號晚啊，咁啊，但係啲人就話咦喺上海發，咁當然啦，佢喺自己美國拍片，咁或者邊度都好啦，咁你可以傳誒，可以上傳去佢哋嗰個團隊噶嘛，佢哋大陸有團隊噶嘛，咁啊喺上海度發布咗一條啦，大概2分鐘影片，咁但係就被咧繼續係嘲笑啦、抨擊嘅，因為咧。那條片就有些是剪接的，都不是一剔過，還說呢裡面的字幕呢對應回就錯了、啊、主要呢他強調就是呢條片我回應的原因就是要講回交代回的，但他不是道歉的，他暫時是沒有道歉的，即是交代回應並無認錯承認任何錯誤的，那就說呢最近很多不實消息、啊、他必須講回清楚，咁總之佢強調啦，佢對中國冇嘢嘅，亦都咧喺政治嘅層面上咧，亦都係冇嘢嘅。佢就話咧，想向中國所有球迷咧送上最好祝福嘅，一直咧對你們抱有特別感情，並將繼續如此啊！希望不久咧，我們能再見。咁此舉咧就係咪誒俾啲誒專家評論啦、網民都好啦，總之大陸嘅人民啦、網民市民啦。都係紛紛又話：咦，佢知死啦，係嘛？啊，知道失去咗我哋13億呢個大市場啊！但係可惜啦，佢又唔道歉喎，即係怪責呢個美斯啊！你回應冇用啊！啊，大家係需要嘅，你係一個道歉啊！回應冇用㗎，你幾愛中國都冇用咧，要道歉啊！佢哋希望見到美斯嘅影片係道歉嘅，而唔係喺度咧咁樣俗稱用翻香港口語，唔係喺度鳩噏嘅。胡說啊，唔係喺度嚇。咁就咧，佢喺上海發布咗呢個影片，就大概咧2分20秒嘅。咁啊，但係唔係一氣呵成嘅喎，就有2處咧經過剪接嘅。咁啲人又係話啦：，咦，係咪咧最後審核嗰個佢哋喺上海團隊最後係剪走咗某啲重要嘅嘢咧？嚇，定還是有啲人搞笑又係咪唔識翻譯佢講嘅嘢啦？係嘛？咁可能就翻譯唔到就潛規咗喺度，即係有啲更加搞笑啲嘅論述啦。咁但係咧，亦都就係俾人鬧喎，因為佢呢條片咧淨係發布喺微博嘅，佢冇發布 IG， 冇發布Facebook 嘅。咁啲人話咧就係、是、直接係指向呢個大陸嘅啫嚇，咁、啊、所以咧又唔冧嘅喎，又唔滿意喎啲網民嚇。咁然後就總之片中強調啦，佢係因為傷先至冇辦法上場嘅啫，並唔係大家嗰啲所有坊間一切嗰啲論述啦，什麼咧陰謀論啊、政治啊、背後有勢力啊、唔妥邊個唔妥嗰個啊，係嘛？佢淨係因為傷咗，咁但係咧佢似乎都係交代唔到咧，就係點解你影大合照咧匿喺後邊咧？啊，同埋咧握手嘅時候咧就特登繞過曬。嗰啲行政長官同埋啲重要官員嘅，咁呢個咧下邊我哋都再揾到一啲咧內媒嘅對佢嘅呢個指責嘅，咁就喺片中咧就話咧佢從職業生涯開始咧就與中國咧有著非常緊密嘅特別緣分嘅，佢話包括咧就係巴塞隆拿時候咧都經常去啊接觸到中國嘅，咁啊喺中國嘅採訪咧比賽都令佢留下。美好印象和回憶嘅，咁啊説好故事喎，又係喺度嚇，咁啊強調咧香港嗰場比賽咧係因為內收肌炎症啊，肌肉個肌，咁啊唔知啲學名啦，總之係炎症，咁啊真的咧無法上場參賽，我感到不適，有加劇傷勢的風險嚇，即係評估咯，我落場咧可能會有風險，所以咧就唔落啦。啊，唔落就零，落就可能會有風險。咁但係咧，呢個就係將佢自身嗰個唔知係幾多風險嘅評估咧，就啊放咗喺咧球迷嗰個門票上高啦嚇、啊。因為有啲人係買緊488噶嘛，你評估唔到噶，你淨係覺得係由我落場會傷，咁啊就放棄咗香港個球迷，咁啊引起咧大陸係一片嘅聲討嘅。咁香港球迷咧，其實都冇乜吵鬧噶啦。如果香港呢邊就主要係啲官員咧喺度繼續啊糾纏喺度嘅啫。但係嗰個力度都係
放緩咗噶啦，都係搞唔到啲乜嘅。其實你即係佢回應你就人情嘅啫，唔回應你真係你吹佢唔漲。咁同埋原來都回應咗三次喎，下邊再講一講。咁咧佢再解釋啦，就是、香港比賽嘅前一日咧，佢係嘗試上場訓練嘅。咁嗰陣就話咧一啲基本嘅短傳練習同埋一啲咧馬騮搶球嘅啫。咁佢似乎咧冇做其他更激烈嘅運動嘅，咁同埋就係嗰啲射罰球啊嗰啲都冇做。咁就為咗咧所有嚟觀看訓練嘅球迷咧做出咗努力嘅，咁啲人都開心，但係佢練得唔夠嘅嗰、那個入邊嗰個時間嚇，咁佢咧已經盡咗自己所能噶啦。參加咗訓練結束後，亦都咧與啲孩子們咧做一個足球互動課，就係大家見到嗰個相片咯。同一啲小孩子去踢波嗰度就係嗰日嗰個訓練嘅時候啦。咁但我咧真的無法上場參賽，繼續強調。亦都咧，佢係針對外界嗰個猜測咧，就係、是、咦，你係咪咧因為政治因素拒絕上場咧？咁美斯亦都係回應就話咧，如球迷們所知，我永遠要參加每一場比賽嘅，永遠都向往球場上每一分每一秒嘅。咁佢就話咧，因為聽到有人話咧，佢係因為政治原因同埋許多其他原因而唔參賽，咁佢就話咧呢啲並不是真的。如果真係咁樣咧，我就連日本都唔會去啦。佢咁樣講，咁呢個又好似咧啊，你當佢兜又好咩都好似又講得通嘅喎。如果你真係有政治考慮咧，咁你得罪咗香港，冇理由咁民實咧，又去日本嗰度表演噶，咁啊雙重打擊過對中國球迷係嘛？咁佢講得又有啲道理嘅喎。如果真是這樣，我甚至不會去日本，或者像之前那樣多次訪問中國。咁好似呢個咧就兜到嘅喎。咁但係咧，當然你兜到一句咧冇用嘅，因為其他嗰啲咧個色相都係相當難睇嘅。咁啊，好明顯就係、是、知道咧闖禍，就嘗試咧用啲軟性嘅手段咧去試下救唔救得翻咯。咁但係咧，佢唔道歉係救唔翻嘅。咁只不過就唔會再淋火水咁解嘅啫，即係啲網民啊。但係就未必咧咁容易原諒到佢嘅其實。咁佢最後解釋咧，就喺日本上場咧嘅原因就係咧，因為幾天之後咧嗰、那個相處感覺咧就好翻啲啦。這樣咧就為什麼我在日本會上場了一會？咁佢30分鐘咯。咁咧上場嘅原因係為咗咧接下來可以快啲咧適應多聯賽，佢都需要咧盡快恢復翻啲狀態嘅。咁呢個咧要留意翻，大家可能個重點就搞錯咗咧，就受傷就一定係跛咗啊！嚴重拉傷啊，即係完全係活動唔到。咁但係佢哋球員咧，因為嗰、那個激烈嘅碰撞啦、身體對抗啦，以至咧嗰、那個突然間變速啊，由靜止再突然間爆發加速嗰啲咧，其實都好容易咧就會整傷身體唔同部位嘅。咁所以咧，佢既然有少少嗰個感覺唔良好咧，佢就認為唔應該出賽呢、這個係。可以是理解的，如果你看回呢即正式的足球聯賽呢，我又不是說盲撐，我多目睹他說的，因為不停地踢的嘛，不停地踢，不停地踢，如果你有打過 Winning 啊、FIFA 那些呢，你那些正選球員呢，你不早早換他出場呢，即譬如、你小勝了2-3-0，你要換走一些主力的，因為他的能源已經沒有什麼了，如果你繼續要他踢完90分鐘呢，佢就嗰啲疲累咧就會累積落下一場嘅，咁甚至咧你繼續唔處理咧，可能你主力正選又會咁樣傷咗嚇，就變黃色咁樣，黃色紅色嘛，紅色就直情出唔到場啦，黃色就係、是、恢復唔翻噶嘛，咁所以咧一定係要好高效地咧去流放自己嘅，咁呢個咧就係佢哋迎接嗰、那個。開呢嘅聯賽啊，漫漫長路一季咁打咁，所以咧呢、這個又係要留意翻，因為我帶出翻唔同點啫，大家自行去判斷嗰件事啦。咁值得注意咧就係、是、咧，原來佢2月6日日本發布嘅時候咧，
就仲出咗解釋嘅，就話咧係內收肌水腫嘅喎。咁但係咧，佢而家呢個微博就話咧內收肌炎症嘅。咁亦都喺七號咧嗰個微博發文，就係重申自己嘅傷處咧係發腫並且有痛感嘅。咁但係而家咧佢話係內收肌炎症嘅喎嚇。咁啊嗰個名字咧稍稍有啲出入。咁但係咧大家亦都歸咎咧就係咪嗰個翻譯都有啲問題嘅，佢哋嗰個上海嘅嗰啲助理團隊嚇。咁嚟到咧嗰個啱啱早前啊，這個星期一咧就再次出鏡，咁原來咧已經係解釋咗三次噶咯佢，但係一直咧大陸網民需要嘅唔係你回應唔係解釋，係需要咧你跪低道歉嘅嚇，咁就滿意啦。咁而家咧繼續就不斷係揶揄呢個美斯嘅，你越咁樣咧，佢哋越興奮啦，內地網民啊開始知死啦這個美斯梅西係嘛就。但是你要道歉，你不道歉一樣不原諒你，咁又回應了三次咯，係咯，咁亦都咧，原來就有些人又發覺咧講錯嘢喎，佢話咧，第一場在沙特嗰個友賽咧就感到不適，該場沒有上陣，但係咧仲有啲人翻查翻咧，佢原來係嗰場上陣88分鐘喎，犀利。事實上，美斯那場對希拉爾上陣88分鐘喎，原來嚇，咁啊取得入球同埋助攻各一嘅。咁然後咧，再喺另一場沙特友賽咧，就以3-4不敵咧希拉爾喎，嚇，或者係嗰場3-4喎，踢到又交出助攻又射波喎。該場咧正選披甲嘅，喺54分鐘咧射不過12碼，之後再助攻隊友入波嘅，就踢到88分鐘咧先換出去嘅。咁咧一個內地體育傳媒咧李璇咧就喺微博質疑佢啦。佢視頻明明就係話咧沙特第一場冇上，但他唔單止啊上咗場嘅，仲有射有傳嘅喎，係佢自己口誤啊，定係團隊咧？冇寫明白咧嗰個對白，咁啊俾人咧執住係咁講嘅，雖然咧短短2分20秒喎，咁樣羊城晚報咧亦都有一個副報章咧評論㗎，就係美斯咧依家面對鏡頭讀啲咁嘅小學生作文水平唔高嘅嘢咧，根本冇任何新意啊，亦都咧表示唔到佢歉意嘅。就話咧，美斯啊已經意識到咧自己喺中國個市場價值咧近乎歸零嘅時候咧，先至發啲咁嘅冇誠意作品咧，完全唔收貨啦，就仲放冷箭呀！早知今日啊，何必當初呢？而係都道出咧美斯最核心嗰個點啦，佢呢個點係美斯最致命的。而家啲人咧都唔係就佢係咪傷定乜嘢，係佢最致命的一個點啦，就係話咧，唔係因為佢冇出場，而係佢喺嗰場商業比賽嘅表現咧，令人係反感嘅，表現出冷漠啦、不屑嘅表情啦、全程黑臉啦，賽後亦都繞過頒獎嘉賓啦，呢一啲大小動作咧都係讓人反感嘅。以至就係影大合照嘅時候咧，你本身都矮噶啦嚇，佢參賽未用諸如講佢啫。你本身細粒嘅，你仲匿喺最後排，縮喺個角落，這個係球王嗎？這是梅西球王嗎？係嘛？但似翻咧，中國香港表現出個人素質和修養咧，令人不敢恭維啊！即係佢意思喺香港表現出一啲咁樣嘅素質咧，係唔配做球王之餘咧。亦都係不敢恭維啊！個修養咧都係表露無遺嘅，大家就係鄙視佢呢一點嘅嚇。作為球王，咁啊咧，似乎佢都要平息下嘅，因為咧，你唔係話你唔再踢波就唔使理外界嘅，你將來可能有唔同發展。就算咧，你話完全撇甩曬足球啊，咁但係啲網民仍然都係記住你梅西呢個名字嘅，係嘛？即係就算當你搞酒店啊、房地產嗰啲啊，咁啊，哇！啲真係網民就係起你底啊！哦，這個酒店原來梅
西的產物來的，就我們不住它、啊、一定要杯葛它。但是呢，如果13億又放豬在個全世界，又不知道是多少個比例，但是始終呢都不應該去得罪任何人的、啊、這一件事呢它似乎還未拆得掂。咁就話咧，種種冷漠讓所有現場支持他以及關注這場比賽的球迷咧感到心寒啦，係嘛？呢個係佢道出曬嘅，同埋就係大家都係不斷強調一樣嘢，就係你去賣亞物根本就係一啲細埃嘢嚟嘅，冇你啊，邊個會去睇佢啊？所以你根本係領頭羊，你係領軍人物嚟嘅，領軍人物唔應該係咁樣咯。令到整場比賽毫無商業價值，明明就是一場商業策略的盛事，但變到商業價值變到零。美斯就竟然以為這樣一些小動作可以令球迷收貨，賽後更加不和所有人都零互動，以至雙手插袋黑臉離開，是永遠都記得的，大家就好反感。慶幸他這個舉動只是發生在香港，發生在中國香港。如果他這場球賽同樣的事情再一次發生在可能北京、在上海，哇，我想他不知道走不走到，走不走到圍著這個球場分分鐘。如果在香港就大家即知法守法，最多就大回水嘅啫。哇！如果你發生喺上海，你唔出場，啲大陸人攞400、800嚟買張飛，跟住見唔到你，然後你淨喺球場個後備席齋坐，分分鐘啊，成棚人衝曬落嚟都知嘅。啊，咁啊，慶幸嘅咋，慶幸喺香港嘅啫嚇。咁睇下呢壇嘢咧點拆掂佢啦。咁佢叫做咧回又回應咗三次噶啦，你接受定唔接受咧？咁佢都應該唔會回第四次，同埋呢個咧都比較係鄭重啲噶啦，啊，即係對住個屏幕有曬翻譯字幕，咁但係就輕輕 cut 咗兩段啦，咁同埋就冇道歉咯，呢個嚇。你話一啲深表抱歉啊，你唔一定要講對唔住，唔一定要講 sorry 嘅，係嘛？深感抱歉啊，都可以好啲嘅落台階咯。咁但係而家似乎咧，佢就係回應。但是企硬不會道歉的，一個抱歉的字眼呢都不會用的、啊、這個呢就令到很多中國網民呢繼續是攻擊他的。不過呢仍然其實原來大陸呢都很多呢梅西的一些粉絲的，形成呢可能三七啦，七成繼續鬧美斯啦，三成呢就維護住美斯的。當然也都陰謀論啦，有人說、哎、你那些三成真的是美斯粉絲嗎？哪裡有粉絲啊？他現在會不會是網軍呢幫手是維護翻個形象呢？咁仍然係不得而知嘅。咁睇下大家咧點睇呢一單嘢咯嚇。咁一口氣咧報咗啊，一係咧報到呢個時間啊差唔多啦。咁啊今集咧我嚟到先嚇，有乜諗法咧下邊留言。咁記得咧都撳翻個訂閱支持下我，咁啊多謝啦收睇啦。